娱乐公司拥有大量偶像练习生，很难挑选出最有潜力的。然而有些人却是如此与众不同，被粉丝们戏称为经纪公司的秘密武器，防弹少年团威。防弹少年团在2013年出道前，其他六名成员都有通过视频和媒体与粉丝交流，但直到11天前，威才被透露为成员，被特意的将他隐藏到了最后一秒，让粉丝们猜测是为了防止其他公司将威挖走。 BLACKPINK JENNIE， 歌手、 rapper、 时尚偶像 JENNIE 拥有数百个头衔。在 BLACKPINK 出道前， JENNIE 就已经在李夏怡和 JD 的歌曲中出现过。凭借可爱的性感氛围、音乐天赋和巨大的成就， JENNIE 通常被认为是 YG 的秘密武器。 aespa Winter， 在 aespa 出道前， Winter 都没有展现过技能，这让他更加神秘。直到 aespa 的首场演出， Winter 才终于向大家展示了他出众的容貌、惊人的嗓音以及让人无法不爱的强颜武技。差点没能进入 TWICE 的周子瑜也是 JYP 的秘密武器。据说 JYP 职员听到了子瑜的传闻，亲自去台湾找到他进行选拔。未出道就有超高人气，被赞是超正演员脸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清纯的外貌，深邃的眼神，被称为朴真英用来对抗 LV 学圈的秘密武器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